哎呀，有点黑乎乎的。这边不错，这边没有焦，这边有点焦，我要开动了。熟了，我差点以为没熟呢。汤拌米饭也香，结果被我咬了一口。手艺越来越好了。我买的那个青椒太大了，然后我就肉塞得满满的。感觉有一点没盐，盐放少了。我再吃一个，这肉也塞得太顶了，满满的。本来我还想能吃个一半呢。这个得人多了一起吃，不然的话，你做一个青椒不划算，你做多了又吃不完。拜拜大家，剩下这几个我等一会儿再吃下午饭，要不然我现在也吃不下。我刚吃了几个，刚吃了6个还是5个，太多了。